无量寿经科注第四回学习班报告十五。尊敬慈悲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同修大德，大家好。惭愧弟子黄柏林报告题目：诸善奉行，名为慧。来佛禅寺，闲公和尚往生前，手捧着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一书表法形象。在这张相片右侧，有来佛禅寺一句法语，非常令人省思：诸善奉行，名为慧。这句法语是闲公和尚的大智慧及大慈大悲，含义很深。闲公和尚一生可以说都是在奉行实践这句法语，从村人偷掰玉米穗儿，闲公和尚说：莫着急，你要掰就捡大的掰。另外双手开挖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成千上万，将供果食品分食给猫狗，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迈老和尚，直至他们一个个往生。闲公总是把钱财物一座印经书放生，或修建当地桥梁房舍道路，或捐粮给国家，不计其数，不留分文。闲公和尚一生真正做到诸善奉行，名为慧，做到敬业三福圆满，奉行到性德流露，往生西方，明心见性成佛，此乃至善上善。佛说阿弥陀经云：往生西方，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今天向师父上人及诸位大德汇报，是诸善奉行，名为慧。净土行人是否需要行善？太上感应篇汇编上讲：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这个是讲果报。我们做人都希望人家都恭敬我们，如果人家不恭敬我们，那我们要反省，一定是德行有亏，德行不能够显露出来。所以这个人皆敬之，就像佛陀一样，我们都很喜欢佛陀，因为佛陀他来这个娑婆世界已经8000次了，佛陀念念为了众生，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听佛陀开示。天道佑之，就是得到上天的保佑，我们都希望得到佛菩萨的保佑，护法神的保佑。那你要怎么样得到阿弥陀佛跟地藏菩萨或者观音菩萨来保佑呢？你必须跟佛菩萨同心同愿同行同德，你必须要跟佛菩萨这样，同样都是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那自然而然就能够感得佛菩萨给你护佑。这里讲天道佑之，因为《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善书，所以他们用天道，也就是民间讲的上天保佑。福禄随之，福禄寿是世间人都想要追求的。我们佛法讲福报，那怎么样可以得到福报呢？那么就必须要种那个善因，才能得到那个善果。所以这个福禄随之就是我们所要的。富贵、长寿、康宁、好德、善终，这个五个我们称为五福。你要怎么得到福禄五福呢？你就是要去种那个财师、法师、无畏师的因。那么众邪远之，我们都不喜欢衰耗，我们都不喜欢短命、多病、恶事、衰耗、贫穷，这些众邪就是不好的事情。我们都希望得到神灵护卫。像我们持五戒的人，如果持到清净，有25位护法神会护佑你，那你怎么样可以得到25位善神护佑呢？你就必须要五戒持得圆满，才会感得25位护法神来护佑你。也就是老子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就是这里讲的神灵未知。太上感应篇汇编经文，善者人所固有，一处变动，虽是渔夫渔妇，若闻一善事，必定大家称扬，凭你极凶恶，见了善人也不敢相犯。盖良心之发，自有不能移者，敬之而言人皆者，必其人之道德真有可敬，无一人不然也。不敢相犯，见了善人也不敢去侵犯他。善心善行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性德，就是老和尚讲的好善好德。所以这个善者人所固有，每一个人都本来具足的。你只要一有根尘接触，只要能够发这一念善心，这个叫一处变动。比如说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车祸，有人受伤了，被车子撞了，我们当场有一个冲动，想跑过去帮他扶起来，或者赶快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赶快把他送到医院。这个叫做人所固有，一处变动。孟子说的人人皆有恻隐之心，我们看到旁边有乞丐经过，或者他在乞食，我们就会生一个怜悯心，会布施金钱给他，或者布施一些饭食给他。这个就是你的善根深厚。你只要根尘接触，眼见色，耳闻声，你马上就起了这个善心。所以《群书治要》里面讲，太上乐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也。他就跟我们分析，
众生的根气里面有上中下根，上根的人他过去生就是熏习善法，所以这个太上就是非常根力的众生。人修行到最高的境界就叫乐善，行善变成是他的生活性德的流露，就像佛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像地藏菩萨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性德流露变成愿力了，这个是最高境界，乐于为善，入平等法界，这个叫做太上 乐善。太上即是我们性德，其次安之，其次中等的，它就是习惯为善，它已经把它养成习惯了。我们讲说日行一善，像宋朝的葛凡，他在当县令的时候，每天做两三件善事，甚至十几件善事，一生四十年没改变，每天都做善事，他这就是其次安之。葛凡说，上至公卿就是做官的，下至乞丐，不论你富贵贫穷，你都可以去做善事。葛凡说，比如中间有东西阻挡人家行走，把它移开，这也是做善事。或是倒一杯水给人家解渴，这也是做善事，所以叫做其次安之，已经习惯为善了。其下亦能自强也的意思就是说，最下根的你要勉强他做善事，例如我一位亲人想找到理想工作，我鼓励亲人发愿每个月布施新台币2000元，结果亲人真的到澳洲拿到硕士，回到台湾后也考上台湾一个跨国大企业上班，迄今每月行善不断。这个就是什么？给他养成，勉励他努力行善，到后来他就可以提升到前面的第二等的习惯为善，等到智慧完全流露出来以后，就乐于为善了，就变性德了。我们再来探讨这段经文重点，善者人所固有，一处变动。净土行人要不要行善？净土行人要修净业三福。学佛人有一个习惯，我们比较喜欢在家里读诵经典，念佛拜佛，当然这是最好的自修方式。有人说，做善事打闲岔，不要做善事了，我只管自己就好了。但是念佛人要不要做善事呢？需不需要做善事呢？要用怎么样的心去做善事呢？往往有时候很多念佛人会产生这样犹豫矛盾，如果他想去做那个善事，或是参与那个善事，人家说他打闲岔，他不能够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要怎么办才好呢？我引用《无量寿经浊世厄苦》第35品里面讲，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知，无谁待者，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黄念祖老居士大经解，本品广明善恶果报，观经三福中深信因果，亦正以此为劝也。
是人愚痴不重因果，或更狂妄波无因果，故诸经中反复教诲也。又无意曰，诸欲往生阿弥陀佛国者，虽不能大精进禅定持精戒，大要当作善。彭济清居士曰，十善本为天业，今以念佛因缘回向极乐，即转天业而成净业，何以故？念佛之人能转恶业，何有天业而不能转？是故修净业者，当尽己力，兼行众善也。这个地方无意提到说，就是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我们不够大精进。像台湾莲音寺忏公老法师，他每天拜佛五六百拜，道正法师也是一样，甚至有些修行人两点三点就起来做早课，而且通身放下，谢绝一切名闻利养，完全跟五欲六尘隔绝。例如果清律师持戒精进，尘点不染，早年外出弘法，侍者未在旁，结果等到一上午的公车均未上车，直至一居士起疑问之，才知清宫和尚因持不着金戒，身无分文，居士乃送其上车。这个就是大精进。那么禅定呢？它有相当高深的定功，有人日刻佛号五万遍、十万遍，有人一天诵无量寿经一部到三部，甚至有持到一千部、两千部、三千部的，这得到相当深的禅定功夫。像刘素云居士，他用十年的时间听老法师讲的无量寿经，他十年之中得到禅定，所以他现在能够心开意解，解行并重，这是他得到禅定。持经戒，他能够把五戒、比丘戒、菩萨戒持得非常清净，这些都是修行非常精进用功的行者，他们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这个地方提到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像他们这样大精进，不能像他们这样得到禅定，也不能够把戒持得很清净，那一般众生要怎么办呢？无意里面有提到，大要当作善。佛菩萨很慈悲，再开一个方便法门给我们，再开一道门给你进来，即大要当作善，也就是贤公和尚诸善奉行。这也是印光大师说，佛悯众生无力断惑，难了生死，故特开一丈佛慈力待业往生之横超法门。无论断惑与佛，若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此事正行，即修行众善回向往生，此事助行。彭济清居士是清朝佛教界的大德，老法师经常提到他。彭济清居士说，十善本为天业，照理讲五戒十善持到上品可以当天人，但是他出离心还没有出来，所以不能够出三界，所感得的果报是天道，故有漏也。他说，今以念佛因缘回向极乐，三个回向里面讲回因向果，回事向理，回小向大。回事向理就是回向极乐，今以念佛因缘，因为你念佛的缘故，你把一切的十善业都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叫做回向极乐。
你不求来生果报。印光大师跟我们开示，你要深信切愿，怎么样才可以叫做深信切愿呢？他说，你不能求来生果报，你不能说我下辈子要当天人，你不能说我下辈子要当国王，你不能说我下辈子要当出家人。印光大师说，通通不行。若有此念头，那个不叫净业，那叫做染业，你染浊了。他说，这样不叫深信切愿，你不能够往生极乐。印光大师与某居士书代了于师座说，良已在凡夫地，未断惑业，生死不了，难免堕落，所以如来即劝众生发真信心及切愿心，持佛名号，求生净土，当以供养三宝，守戒一生，一切所作种种功德，不求来生人天福报，不求现世长寿康宁，唯求临终往生净土，则与佛誓愿相契相合，感应道交，定满所愿。如人堕海，有船来救，若肯上船，即登彼岸。求人天福，不求往生，如不上船，难免沉溺。佛欲令汝超凡入圣，汝却愿得有漏之福，福报一尽，永堕三途。如摩尼珠用弹簧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可不惜哉？以警醒焉。偶一大师有跟我们讲，往生与否看信愿，品位高下看功夫，所以先决条件是前面那个深信切愿是摆第一，功夫高下是摆第二。你说我一天一万声佛号，乃至于五万声佛号，那是品位高下，但是先决条件是前面那个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深信切愿，就是发菩提心，那才是真正关键所在。如果你没有深信切愿，一天哪怕是一万声、十万声，还是不能往生，你只是修道福报而已，因为不回向极乐，与佛愿相违故，即如人堕海，有船来救，若肯上船，即登彼岸。求人天福，不求往生，如不上船，难免沉溺。所以印光大师说，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一定要斩断这个希求。那么对照彭济清居士讲的，他说，十善本为天业，现在你以念佛因缘回向极乐，接下来他怎么讲，急转天业而成净业。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那个善事，问题在那个心念啊，他无助啊。你转成净业，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着相即天业，离相即净业。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事，而是在你的起心动念。你转天业为净业，是回向极乐，那何以故呢？念佛之人能转恶业。彭济清居士说，念佛的人他能够转恶业，恶业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黄念祖老居士跟我们讲，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
转掉六根接触六尘的百千万亿的妄想杂念，这就是念佛之人能转恶业。何有天业而不能转呢？庞继清居士这一段讲得非常好，他说念佛都可以转恶业，那为什么不能把天业转成净业呢？是故修净业者当尽己力，兼行众善也。你看庞继清居士把问题讲出来了，要不要行众善？庞继清居士说兼行众善。什么叫做当尽己力呢？就是印光大师开示说，我们要学渔夫渔妇的修持，印祖劝我们要放下，一定要把求强求胜的那种心要放下来，你要学渔夫渔妇的修行。他说念佛人是以净土为依归，对世间事要怎么办呢？印祖跟我们开示随缘随分，有因缘来了你就去帮他做，就是这里讲的当尽己力兼行众善也。下面这一段黄念祖老居士把它整理出来非常的好。我们常常听老法师说鸟窠禅师的故事，跟白居易的对话，它里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过程。又有以行善为人天成而亲之者，唐鸟窠禅师以吹不毛是弟子会通，弟子误入，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白居易。白云此二句三岁小儿亦说得。鸟窠曰八十老翁行不得，以此二句为浅，吹不毛为深者，白居易也。以此二句与吹不毛平等无二者，鸟窠禅师也。一迷一悟，何斥天渊？若是缘人，法法皆缘。人天成即是一佛成，又何能亲之也？净宗之妙，在于照真达俗。若广行众善，则造福于当前之社会，且成为敬业之助行。俯身信愿，持佛名号，则自他坚立，常乐无极。黄念祖老居士又说，又有以行善为人天成而亲之者，就是刚才我们在探讨的净土行人要不要行善，这里就帮你讲出来了。有些人就会说啦，哎呀，你行善，那你会得人天成啊，哎呀，不要去做了。而亲之者就是亲事了。黄念祖老居士说，唐朝鸟窠禅师以吹不毛是弟子会通，唐朝鸟窠禅师也有人讲鸟巢禅师，因为他是住在树上搭一个小茅棚，像一个鸟巢一样，他修的境界非常的高，禅定功夫非常好。这个鸟窠禅师他怎么去教他弟子呢？吹布毛就是布上那个非常微细的毛，就把它吹一下。以吹布毛是弟子会通，会通是什么呢？会通是禅家的用语，教你气会。老和尚常在讲经时说，你会吗？那个会就是气会，就是气入了。气入哪里？气入法界，气入心性，就是消归你的自性，就是要悟你这一念心，这叫你会吗？鸟窠禅师就吹不毛来告诉他弟子怎么去气会这个心性，希望他的弟子能够悟入自性。他就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八个字来教他弟子悟入。
这八个字大家都会念呢、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可是我们每天毛病不断呢、啊、每天还是一样住相生心呢、啊、每天还是一样起心动念呢、啊、我们跟尘接触的时候，马上就起无明了，习气毛病就发作了，那情绪就来了。我们问自己，是不是每天都这样？我不高兴了，对不对？我讨厌了，我排斥他了，我嫉妒他了。所以说，你根本做不到诸恶莫作。所以这四个字很简单，但是你做不到。反省一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做到吗？真干吗？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明理，悟得不够深。老法师说，依六祖坛经标准，本来无一物。我们有一妄念即是恶，依了凡四训标准，一念为自己即是恶，依太上感应篇标准，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即是以恶为能。依佛陀教诲我们，违反性德即是恶，所以我们没有做到诸恶莫作，即是我们没契入，不能契入即不能与自性相应，所以不能感应道交，因此不能改变命运，也消不了。所以说你不会。我们一般讲就是什么？理明白是糊涂，对不对？境界来，我们根本做不了主。所以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鸟科禅师用这样告诉他弟子，鸟科禅师也用这八个字送给白居易，白居易来请法，是白居易。白居易是唐朝的诗人，而且是当官的，跟佛有缘。那白居易就说了，白云此二句三岁小儿一说得。他说啊，这两句太简单了，三岁小儿都可以说出来，可以念出来。鸟科禅师说，八十老翁行不得。三岁小孩可以说得出来，但是八十岁的老翁做不到。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每天无时无刻不在起心动念，攀缘取舍，每天毛病习气一大堆，怎么断都断不了。每天虽在念佛，还是妄想分别执着不断，还是一样悭贪计较，然后再做错事，说错话，又跑到佛前去忏悔。老和尚说，又骗佛菩萨一次，没有办法自己有观照的智慧。所以李炳南老师说，一万个念佛人只有一两位往生，原因在此。这便是喊破喉咙一枉然，跟阿弥陀佛结个缘，修一点福而已。黄念祖老居士说，以此二句为浅，吹不毛为深者，白居易也。以此二句与吹不毛平等无二者，鸟科禅师也。一迷一悟，何斥天渊？若是缘人，法法皆缘。人天成，即是一佛成，又何能轻之也？黄念祖老居士说，你以为这两句很浅，即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吹不毛为很深，白居易也。这是白居易的修行境界。大慈念老又说，以此二句与吹不毛平等无二者，鸟科禅师也。以这两句与吹不毛是平等无二者，
这是鸟科禅师的境界，真实功夫。你看鸟科禅师入平等法界，入不二法门，谁有办法入不二法门？打破能所对待的人，鸟科禅师他把这两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跟吹不毛视为平等无二，没有分别妄想执着了。他没有四相的对待，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的对待，鸟科禅师也。黄念祖老居士这样说，一迷一悟何斥天渊。他说一迷一悟之间何止只有天渊之别，若是缘人法法皆缘。老法师说缘人说法无法不缘，哪一种人是缘人呢？我们天台宗里面讲藏通别缘里的缘教佛，原教的菩萨叫原人，原教里面破一品根本无名，分正一分常极光净土，这种菩萨叫做原人，我们一般称叫法身大士。等到41品无名破尽了，那就正得大圆满究竟佛。所以若是原人，法法皆原，人天成即是一佛成。黄念祖老居士说，鸟科禅师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界，才有办法做得到人天成即是一佛成，又何能轻之也？又怎么能轻视他呢？他说净宗之妙在于照真打俗，净宗这个法门它殊胜的地方在于照真打俗。这个照真打俗是我们无量寿经注解说，佛净宗之妙在于不离佛法而行事法，不废事法而正佛法，不离事法即假观，境界非常的高。用真诚心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真实等观。我们天台宗里面讲空观、假观、中观，这个真就是空观，这个俗就是假观。空观就是什么？他放下见思惑、尘沙惑，这叫空观。但是你证得空观后，你还要怎么样？还要发菩提心，和光同尘，要从空出假，道驾慈航，到世间去普度众生，这个菩萨做得到的。从假入中，入中道实相，这在天台宗里面讲叫中观，就是入不二法门，它平等无二了。所以照真打俗就是平等无二的境界，它是真实等观。那什么人可以做到照真打俗呢？最少要法身大士以上才有办法，他是真实等观，平等无二。若广行众善，则造福于当前之社会，且成为敬业之助行。我们对于世间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周边，我们能够随缘随分。印光大师跟我们讲，随缘随分去做，这叫造福于当前的社会，而且把它回向极乐，叫成为敬业的助行，敬业的资粮。然后你在复身信愿，在深信切愿持佛名号，则自他坚立，常乐无极。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能够自利又他利，自他两利，正得常乐我净，常乐无极，就是往生净土。这一段我们特别把这个善者人所固有一处变动，因为它是我们的性德。我们敬业行人要不要行善，需不需要兼善？那么刚才引用黄念祖老菩萨的开示，
以及《无量寿经》里面的经文做印证。我们只要把每一件善事都能够回向极乐，那它就成为敬业的助行，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这个三资粮就可以能够圆满具足。惭愧弟子黄伯林报告至此，请请师父上人教诲，若有讲的不妥之处，请各位法师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我们同学大家，读了、看了黄居士的报告，诸善奉行名为慧，特别是在我们现前的环境里。现前是什么环境？世界社会动乱，地球灾变繁多，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每天都看到，似乎叫人感觉到这个问题不是十年十年比，一年一年比，好像一天比一天严重，有这样的感触。我相信有这样的感触的人不少，这可不是小事，是大事。啊，动乱跟和平，是相对的。和平从哪里来？从行善来的。动乱灾变是从不善来的，身口意三业，我们每天看到的事，在细心观察现在的人，无分老少，你观察他，他在想什么？他说的什么？他干的是什么？于是乎，你就明了今天现实就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呢。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我们要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社会动乱、地球灾变，谁负责任？自己负责任。我们要反省我的心行善不善啊，经上讲得很明白，贪心感的就是水灾，海啸，
嗔恚干的是火灾，火山爆发，日本有火山，印度尼西亚有火山，啊，美国的黄石公园是世界上闻名的最大型的火山，火山为什么会爆发？人要常常发脾气，催化它，干了，火山就有瘾了。啊，嗔恚，愚痴，干的是风灾。最近这几年，常常看到资讯里面报道的美国的龙卷风，对地面上造成严重的灾难，愚痴啊，傲慢感的地震，怀疑所干的山崩地陷，土石流，这些是怀疑啊，怀疑所干的山崩地陷，学佛的同学要相信啊，这灾难越严越重，我们会不会遇到？很有可能。有没有方法解决？我记得2011年，有几位科学家在悉尼开会，他们的会议是2天。第一天讨论最近量子力学的进展，做了报告。他邀了我，我没去。我通知我们图文化学会，学会派了8个人参加这次活动。啊，回来之后写报告给我看。啊，第一天的报告我们看得很欢喜，科学越来越接近大乘经教了，这是好事情。第二天这一天呢，专门讨论2012玛雅的灾难预言，啊，讨论这个问题。那2011年呢？2012就是第二年。啊，有人相信，相信的人占一半，不相信的人也占一半。啊，第二年这个灾难没有爆发。当时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啊，他告诉大家，他完全是根据量子力学说的，只要我们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端正心念，
这些灾难自然化解了。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佛说的，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量子力学家明了这种事情，相由心生。我们心里头，就像布莱顿讲的，弃恶扬善，把恶的丢掉，放下，把善发扬光大。简单的说吧，以十善业为标准，一定我们要懂得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身口意都包括在其中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身也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口也不贪，不嗔，不痴，意也。你看身口意，身口意都善呐、啊，只要有这个标准呐、啊，这灾难就能化解。为什么？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这是量子家、力学家他们最近二十几年发现的。物质的基础，物质的根本就是念头。所以自己身体健康这过人啊，再扩展到我们居住的环境，山河大地与我们的念头关系非常密切，江本博士的水实验做出来了。我们自己一些同学在台南也开了一个实验室，做成功了，做得比他还好啊！我们上一次到日本讲经，顺便访问江本身的实验室，我们去看了，他的夫人接待我们，我们把我们所做的这个实验给他看，他非常惊讶啊！我们的资料送给他，跟他的交流啊，互相交流，互相提升，证明我们起心动念所有的物质现象全知道啊。佛经上讲的照见无蕴皆空啊，是讲这一桩事情啊。咱们从前把无蕴皆空都讲错了啊。无蕴是什么？微中子，佛经上称为无蕴啊。微中子里头有色，就是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除了物质现象之外，它有受想行识，那是心理现象啊。所以整个宇宙是个有机体，活的，它不是死的啊。美国修兰博士到我们这参观，告诉我们，我们起心动念，桌子知道，椅子知道，天花板知道，地板知道，墙壁知道，你瞒谁呀？
啊，不但知道，它跟着你产生变化。麻烦在此地啊！啊，善的念头，善的变化，好啊。不善的念头就是灾难，变化变成灾难了。啊，善的念头风调雨顺了。太平盛世啊，大家都享福。不善的念头造成灾难了。啊，社会动乱，人祸，地球灾变，灾难怎么来的？起心动念多重要啊！希望我们永远记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两句话佛门提出来的。后面接着两句，自尽其意是诸佛法，是诸佛教，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叫什么？就叫这前面三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自尽其意是定慧，前面两句是戒，戒定慧三学。啊，在先前这个时代，我们明白了，努力断恶修善，认真反省自己的过失。有很多同学，我们在一起，常年在一起，啊，毛病习气，几十年都改不过来。他不是不想改啊，境界现前，老毛病就发了。啊，我们知道原谅他，尊重他。不知道的人，就结怨恨了。他认为你瞧不起他，你轻慢他，就结下怨恨。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一生念佛求往生，这是障碍。这一篇报告啊，黄居士的报告写得很好，希望我们要多看几遍啊，认真去落实敬重五门功课，不斗火。这五门功课你能够做好，你是善人，佛门的善人，弥陀弟子啊，这个五门要记住。敬业三福，第一个，第二个六合敬，第三个戒定慧三学，第四个六波罗蜜，第五个普贤十愿。这不是念的，不是背的，要落实，要常常放在心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一对，有没有违反？与这五课相应，好，叫善行；与这五个相违背，那就是恶行。善恶标准呢？你每天从早到晚，这一天
是善多还是恶多？有人在记载，鬼神在记载，天神也知道，啊，决定不能瞒人，不能不求。啊，我们的心要万缘放下，一心专求净土就对了。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断卧修善是随缘，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之处，要注意断卧修善。首先要明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这五个科目好啊，标准在啊。好，我们看下面。大士格第二届净土大经科注学习班心得报告。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惭愧学生黄习明，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老实听话要真干，视作莲花国里人。为期一个月的学习班课程结束了，学生感觉好像是在人间的极乐世界修行了30天。在这里，我们每天在报恩讲堂聆听师父上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每天与诸上善人、诸位法师和同修共同学习，分享心得感想，互相勉励，每天精进拜佛、念佛、诵经、听经，每天在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中落实威仪细则。在这里，我们头顶着蓝天白云，四顾是苍翠青山，空气、水、事物都是自然健康的，走廊、庭院到处点缀着石莲花和各色小花。在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没有世缘的干扰，没有手机、电视、网络的污染。在这样一个清净无染的环境中修学一个月，学生感觉浮躁的心平静了许多，心上五欲六尘的垢染也被洗刷了很多。感恩佛菩萨的加持，感恩师父上人的慈悲教导，感恩上印下信法师和馆长精心的护持，感恩诸位法师义工同修辛勤付出和细心关怀。学生于2010年通过和谐拯救危机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尊敬的师父上人，2012年开始专听师父上人的经教，学生人生中的许多困惑逐渐地找到了答案。对于如何做人处事、待人接物也慢慢有了正确的认识，学习师父上人教诲成了学生业余时间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觉得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圣教，时间和精力都不够用了。学生在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跨国大公司工作了18年，这是一家处于竞争激烈、发展迅速的行业环境，
从事于信息技术的高科技公司。正如师父上人所说，科技的发展太快了。学生供职的公司主要的产品和技术几乎每半年就要升级换代一次，因此学生和公司十几万同事一样，每天处于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中。在学习圣贤教育之前，学生觉得这是正确的人生之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甚至还因工作体面收入较高而沾沾自喜。听了师父上人的经教，再看看身边的很多同事，因忙于工作牺牲了身体健康、孩子教育、家庭幸福，甚至英年早逝。学生不仅常常反思，这样的辛苦忙碌是为了什么呢？人生只是一场追逐物欲和名利的游戏吗？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及与家人沟通，学生遂于2013年底辞去工作，发心在后半生专门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大乘佛法的学习和弘扬。计划刚开始几年，专心在家学习，然后从三个根入手。在家学习了一年多，学生逐渐发现了几个主要问题。甲，修学的方向和目标不坚定。学生今年47岁，在参加学习班之前的工作。学生的想法是有一定的学习基础后，到社会上做一些弘扬传统文化的工作，帮助人们从现实生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至于自己了生脱死，往生极乐，到60岁以后再来专门修行。可是这样一来，就觉得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文言文、儒家经典、净土经论，不符合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并且如果完全靠在家自学也不可能学好。一，怎样听好经？学生虽然每天听经时间不少，但经常昏沉散乱，听不进去，效果不佳。二，怎样念好佛？师父上人说，净宗学人念佛是正修，其他是助修，但是学生对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认识很浅，念佛功夫不得力，妄念很多，想着这几年先听经，过几年再好好念佛。三，怎样在生活中落实佛法，做一个学佛人的好样子？学生烦恼习气重，经常在遇境逢缘时由习气当家做主，贪嗔痴慢现行，学习的经教还不能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见解，真正控制指导自己的行持。学生有一个很重的习气，就是好看人的不是，总是在口头或心里去批评指责纠正别人，但效果甚微，还往往使自己别人都生烦恼。在2015年1月份听师父上人讲经时得知，云南大士阁开办净土大经科注学习班，首届参加的同修收获都非常大，学生心生向往，第一时间报名参加第二届。承蒙师父上人恩德，两位大家长不舍初学，给予学生此次殊胜的学习机会。这一个月学习下来，学生感觉比在家自学几年的收获还要大，前述的四个问题也有了清晰的答案。乙，已脱离六道
往生西方为人生目标和修行方向。学生以前总觉得自己还年轻，离死亡还很远，很少或不愿考虑死这个人生头等大事。这次学习了自疗法师生死心切的报告和师父上人的开示，对学生是当头棒喝。细细想来，学生听经不获益，念佛不得力，修学方向不明确，生活中落实不好，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生死心不切，以致学习悠悠忽忽，进进退退。其实学生身边已有好几个生死无常的案例在警醒学生。学生工作期间，相邻办公桌的一位男同事跟学生同龄，身体一向很好，平时也很注意保养，却在2014年5月被诊断罹患胰腺癌，四个月后就去世了。还有一位同事比学生还小四岁，也是在2014年某一天清晨在睡觉中突发心脏病离世。之前学生总想着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通过这次的学习，学生终于醒悟到人命无常，生死是大。师父上人说，学佛最低的觉悟是知道生死是大。学生以后一定时时想到这个死字，决定以了生脱死，至求往生为人生目标和修行方向。日常生活中随缘不攀缘，对众生有利益的事要做，不要去找，去找就用错了心，就造轮回业，做了也不放在心上。一，以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听经，帮助自己坚定信心，坚固愿心，以求生西方。这次学习班最主要的课程是恭听师父上人讲经，得力于良好的修学环境以及较为端正的听经态度，虽然偶有昏沉，但绝大多数时间学生是听进去了，法喜充满。学生反思，在家听经最大的问题是恭敬心不够，也缺乏清净心，当然就谈不上真诚心了。学生在家听经以完成级数、赶进度为目标，总想着赶快把扎根教育、入门基础的经教听完，后面好专注地学习大经科注。听经中经常昏沉或掉举，衣着坐姿也不端正，还把手机放在手边，甚至听经时经常暂停去做一些不急要之事。通过这次修学，学生明白了，听经的目的是帮助自己透彻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看破世间的假象，放下万缘，真正认识西方极乐世界，对往生西方升起坚定的信心，坚固的愿心。总之，学生以后要像刘素云老师那样，听经时就当成师父上人亲身坐在学生面前讲经说法，不敢起丝毫不恭敬、懈怠、懒散之心行。听经时注重悟处，不重记问之学。二，把阿弥陀佛当作命根子，时时提起佛号。学生念佛功夫不得力，根是生死心不切，还有就是学佛时间不长，对这句名号功德
没有认知和切身感受。通过这次密集深入的听经，学习刘素云老师、自疗法师丁嘉丽老师的分享报告，观看了大士阁老菩萨往生视频和馆长的详细叙述，学生认识了阿弥陀佛这句万德洪名，总持一切法，总持一切经教，总持一切佛菩萨名号。念佛是万恒之首，最能消业，最能积福，最能积功累德。尤其是师父上人宣讲四十八愿时，科注中有一句生字皆实相。师父上人举了台湾大学校长做的实验，那些能摸出字来的儿童摸不出佛字，因为佛字放光。学生听到这里，心灵被重重的触动。因为学生读书时是学的物理，20多年的工作也都是从事科学技术，找科学证据的习气很重，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就容易怀疑不相信。师父上人说，用科学的怀疑精神去学习圣贤教育是不能入门的。学生正是这种刚强难化的所谓知识分子啊。学生以后一定要努力克服这个习气。这次学习班还安排了3天的精进念佛。学生是第一次体验这种每天11个小时的专门绕佛念佛。学生对念佛的体会也收获良多。学生一定会毕生沿着念佛成佛的道路走下去。3、学习贤公好榜样，在生活中念佛成佛。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不好的主要原因是自己德行不够，没功夫，烦恼习气重，心量不够大。还有就是日常生活行为细节不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做法。这次通过恭听师父上人宣讲的学习贤公老和尚的表法，观看贤公光碟和来佛三圣永思集有声书，以及师父上人在讲经中处处提到贤公之表法，学生深切体会到，贤公和尚是我们这个时代学佛人、念佛人最好的学习榜样。贤公一生孝亲尊师，严持戒律，老实念佛，不谈任何名闻利养，吃苦耐劳，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将净宗行门5科在生活中圆满地落实了。学生以后一定每天观看贤公光碟3遍以上，念佛10000声，在生活中时时处处以贤公为榜样，提醒自己，修正自己的行为。特别是时刻反观内省，常思己过，不见人非，在6根接触6尘处练习用一句佛号代替所有的妄念杂念分别执着，绝不批评别人，把一切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看成佛菩萨的视线和安排。这次的课程安排佛门礼仪、四门威仪、内务整理、过堂、行堂等内容的学习和实践。学生感觉47年来第一次学会正确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道场年轻的法师们威仪庄严，处处由内而外自然表现出
涵养文明，举止端庄，优雅有礼。这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在生活细节中落实这些仪轨，不单有助于收摄六根，整肃身心，也能通过动静合宜、举止安详的威仪，对外显示一个佛弟子良好的形象，对社会大众行无言之教。丙，小节，一个月参学的所见所闻，时时令学生感动领悟。在这里，学生感受到佛陀教育、圣贤教诲的伟大，看到师父上人的教导在这里全面细致地落实了。年轻法师们正知正见，威仪有则，足以成为学生的表率。昨天同修们参观了大士阁和报恩寺，学生看到整个寺院建筑的规划设计，完美地诠释了师父上人的理念。佛教是佛陀教育，是学校和博物馆结合的高度艺术化的教学。在参观方丈楼、摄影棚等处时，学生深深体会到两位大家长对师父上人的真诚、恭敬、敬爱，令学生感动不已。学生想，两位大家长能有如此成就，正是源于他们尊师重道、老实听话、真干啊。学生一定会把这次修学的收获带回去，保持住，以真诚、恭敬、清净的心去学习，以老实听话、真干的态度去落实。一部大经，一部集注，一句佛号，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深信切愿，老实念佛，今生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上是惭愧学生黄习明粗浅的学习报告，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同修大德慈悲批评指正，学生乐意接受，至诚顶礼感恩，阿弥陀佛。恭祝尊敬的师父上人法体安康，六时吉祥，法喜充满，光寿无量。惭愧学生黄习明顶礼敬诚。我们听了黄同学的报告，也很感动啊，很不容易，他能在短短的一个月真正对佛法有所体会啊，回头是岸。果能如报告所说，把你所修学的心得落实在日常生活，这就是真修啊！特别是处世待人接物，磨练自己啊，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无论是善缘恶缘、顺境逆境啊，会修的人通通都在境界里帮助自己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这是真修。学跟行分作两桩事情，那是知识了，与自己功夫毫不相关，这一点我们要留意。
大士革第二届净土大经科注学习班心得报告。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惭愧学生杨书明，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好好念佛，天天向上。今天是第二届净土大经科注学习班课程结束的日子。回首过去的30天，对于学生来说是感动的30天，是幸福的30天，是快乐自在的30天，是重新认识自己的30天。下面学生就将这30天当中的生活与学习做一个总结，报告如下。一、感动与幸福。参加这次第二届净土大经科注学习班，已经不知流了多少次眼泪，似乎已将2015年度的眼泪提前透支完了。学生知道，那是因为感动而落泪。就在写总结报告的上午，法师们带领我们这次学习班60位同学参观了大士革、报恩寺。在参观的过程中，学生看到并了解到，在上印下信法师和馆长所发心建设的道场中，每一个道场都有师父上人的疗房和摄影棚。虽然有的并没有住过，但上印下信法师、馆长和所有法师们依然细心装扮和用心守护，因为他们以及所有的敬业学人期待着并相信，我们最尊敬的师父上人早晚有一天会落叶归根，回归故里。在参观报恩寺的3根班时，学生看到这就像一所花园式的学校，从法师到学生都在认真落实师父老人家的教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教学理念。从道场的建设和护持中，无不体现出上印下信法师和馆长对师父老人家的恭敬和认真落实师父上人常说的修学秘诀：老实、听话、真干。就在29日晚，在馆长的安排下，举办了一场缅怀祖德、感念母恩的晚会。当晚学生才得知，在60位同修当中，有13位法师和3根班学员的母亲。那一晚，学生因为母爱的伟大而被感动着。这里的法师和学员都是90年以后出生的。在社会中，90年以后的孩子大多数都沉迷于追星、名牌、网络和游戏当中。然而这里的孩子们早已承担着正法的承传与中华文化复兴的使命。他们尊敬伟大的母亲，舍弃了自己的最爱，牺牲小家成就大家，牺牲小我无我的精神，已深深扎根于学生的内心。在这30天当中，学生被这些小我十几岁的法师和义工菩萨们关心照顾着，而且是那么的无微不至，铺被子、缝衣服、叫我们起床、给我们倒水，天气冷了还及时提醒我们多添加衣物等等。还记得在3天念佛期间，每天要绕佛是1个小时，11个小时，对于学生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高强度的活动，每天晚上都抬不起腿，拖着腿走路。就在绕佛结束的时候，法师们早已准备好了洗脚水，
并且每一个盆里都放了盐。这是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待遇。那一刻感觉太幸福了，在家里太太也没有这样照顾过我。就在享受的当下，突然发觉自己的念头不对，这是法师们在为我们学员表法啊。他们这样做出来给我们看，不就是让我们回到生活中、家庭中、工作中，也像他们一样把孝亲尊师做出来给大家看吗？学生超级惭愧，法师们说的少做的多，不就是在告诉我们身教大于言教，在为我们这60位同修表演师父上人常讲的老实听话真干。他们在为我们表演学习海贤老和尚，就应做出来给大家看。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佛法不离世间法的含义。就在报告当下，突然想起师父上人曾经说过，会的人哪一法不是佛法，不会的哪一法是佛法。我就是不会的那一类人，整天烧香磕头。学生想，如果不来参加这次学习班，就算我磕死了，也不会了解佛法就是生活，佛法就是教育。二，重新认识自己。就在报恩讲堂学习，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听到师父老人家的开示。记得有一次去洗手间，门上贴着师父老人家的法语，上面写道：了解别人是聪明，认清自己是智慧。刹那间就觉得师父上人这是在说我呢。我就是这样的人，今年37岁了，在了解别人这方面用了很多功夫。学生自以为了解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很多人都说我聪明，以前还沾沾自喜，现在就觉得脸红。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带着严重的知见来学习佛法、学习传统文化，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收获。学生还记得约在2年前认识一位讲善人道的资深老师，在一次吃饭的过程中，那位老师面无喜色地告诉我，书明，你很聪明，看人看得很准。学生当时觉得老师夸奖我了，心里还美滋滋的，现在想来笨到家了。从进入学校到走入社会、参加工作、组建家庭，曾经碰到那么多的不顺，与太太那么多次的争吵，都是因为不了解自己、不认识自己、没有智慧而徒增烦恼。在这30天的学习当中，学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诚如师父老人家曾经开示道，心好，一切都好。也就是说，在自己的一生中，遇到的逆境、看不惯的人和事，和一切不如己意的境缘时，都是学生的这颗心出了问题。当下就应该回光返照，念头是因，境缘是果报。也诚如古人所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只有反求诸己，才能开启智慧，而智慧才能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学习即将结束，但没有结束的是自己人生中的改过之路。
妄念不息，改过之路永远没有尽头。愿学生时时提起正念，加功用恨。三，老实念佛。学生曾经天真地认为自己是老实人，很听话。就在三天的绕佛结束后，学生彻底改变了想法。做个老实人真难，因为妄念就没有停止过。做个听父母话的孩子也挺难的，因为孝心没有开启。做个听老师话的学生就更难了，因为没有孝心，又带着严重的知见，只能听着自己妄念的声音，跟着习性走，让自己人生路上烦恼多多。然而，现在觉得自己又是那么的有福报，在放下万缘的30天中，在师父老人家孜孜不倦的教诲中，终于能够粗浅地认识阿弥陀佛这句佛号的功德不思议。从最初的应该念佛，到想念佛，再到一定要念佛，不念佛就没有好日子过，不念佛就无法忏悔罪业，不念佛就没有好的归宿，不念佛就得愁肠业报，在六道轮回中继续生生死死。不念佛，妄念就无法止息。师父上人曾经开示道，一句阿弥陀佛是佛法的大总持法门，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总名号，从早到晚就在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修究竟圆满的大善。在听经的课程结束后，道场安排了3天绕佛。所以说，没有这每天11个小时的绕佛，学生并不知道妄念会有那么多，而且它又是那么的顽固。当你拼命大声的念佛，就想控制它的时候，它却显得异常活跃。就是因为这个控制的念头，使自己烦恼地度过了1天半的时间。后来还是因为这么长时间听经起了作用。就在第二天下午时，学生突然想起师父上人曾给开示说，妄念来的时候不去理它，随它去，把注意力集中到佛号上来。所以学生从那一刻起就不再执着妄念，用摄耳谛听十念计数来念佛，果然效果明显，内心显得清凉自在了许多。在这3天的念佛中，学生体会到，无论善念还是恶念，其实都是在制造轮转六道的业因。诚如地藏菩萨本愿经中就讲到，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学生恶念之多，简直也是不可思议。学生现在才明白，生活中碰到那么多的恶缘，原来都是自己念头的感召。就在恭听师父上人宣讲2014净土大经科注第194集中，师父上人开示道，自己要先成就，自己没有成就，去劝导别人就会误导别人，你要承担这个因果责任。这是学生生活中常犯的毛病，自己本来就生活在妄念中，还要去度人，
把别人渡到火坑里，还觉得自己功德无量，真是自欺欺人。听经很重要，听经才能明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的听经，才能让学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是从念头来的，整个宇宙万法都是心现实变的，都是假象。报告至此，学生轻松自在，并且深知理论上已经知道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宇宙人生真相，但在生活中还要常思善法，时常观想，以便让自己更快地不再执着，不再分别，看破放下。报考最后，学生用海贤老和尚的一句真言来期许勉励自己：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阿弥陀佛。因为学生障深慧浅，平时没有恭敬心，孝心尚未完全启发，此篇报告定有很多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还恳请各位法师仁者多多批评指正。阿弥陀佛。以上是惭愧学生杨书明粗浅的学习报告，错误之处恳求尊敬的师父上人、上印下信法师、向馆长、诸位法师、诸位同修慈悲批评指正，学生乐意接受，至诚顶礼感恩。阿弥陀佛。恭祝师父上人法体安康，六十吉祥，法喜充满，光寿无量。惭愧学生杨书明顶礼敬诚。杨书明的报告我们听了以后很欢喜，深深在这个地方体会到佛陀教育的重要。大师国的学习班的创办是正法久住的现象，宗教在现代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不能理解，产生许多错误的看法、想法。总认为宗教这个东西好像都是骗人的，对社会没有真实实际的利益。这是古代这些帝王用它来维系自己的政权，是一种专制时代的工具。现在我们走向民主、自由、开放，这个东西自然可以不要了，这是产生极大极大的错误。我们今天遭难受罪，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从哪来的？就是这一些错误的观念所造成。我们必须要知道人类的历史，不一定
是永远进步的，有退堕的时候。进步和退堕都在人，都在当代的人。当代的人觉悟，就会进步，会提升。当代的人迷惑，肯定倒退。以中国历史来做例子，我们得到很好的教训。在整个世界上，中国人最重视历史，有这样详细的记载传留给后世的，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中国过去列祖列宗至少3000年，把这个历史教训留给后人了，给他做参考，给他做借鉴了。真的，我们是一代不如一代。一点都不假。我们自己要承认呢。老祖宗的智慧，尧舜禹汤的智慧，历史上没有出重复的尧舜禹汤，那是孔子以后的事，孔孟以后。孔孟以后就没有出现第二个孔孟。这什么原因？学佛的人，特别学大乘的人，他很清楚。为什么？越是古人，那个时候生活简单，欲望很少，资源丰富，很容易满足。这就是什么？没有贪心啊！这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很少有。那这贪嗔痴慢疑，跟佛法里面叫世界儒家讲的五常，仁义礼智信。虽然世世代代都讲，但是一代比一代有差距，没有前一代那么真诚，没有前一代那么认真。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到我们今天的人，甚至把古人全部推翻，完全不承认，这是错到基础了。你要不要他？你看看他，细细去研究他，他是不是真的没用啊？如果他还有用的话，那你要是把他推翻，把他消灭，这个罪过可就重了。你要是相信有因果报应，你敢做吗？那堕无间地狱，永远不能翻身。我们举一个例子，这群书之要，我在马来西亚把这个书介绍给马哈迪长老，老首相，我们是老朋友，我介绍给他，告诉他这本书内容是什么，他急着要看，
所以你能不能找人赶快翻成英文，我能看得懂啊。他的忧心很真诚很切，所以我们就在马来西亚找同学给他翻译，每个星期把资料送一份，这个星期翻了多少页就送给他，让他先看。他看了之后告诉我，这是真实的智慧，几千年前，这三千年前的人所写的东西现在还管用，这就智慧啊。再过三千年呢，它还管用，真实智慧超越时空啊！它从哪？它从真心流露出来的。现在人反对古人，我懂，为什么？他用妄心，妄心跟真心不一样，妄心一定要反对真心，真心包容妄心，妄心不能包容真心，这是根本的原因。人人都有个真心，被欲啊、财色名利染污了，障碍了，真心永远不能当家，不能做主。啊，你一生从生到死都是妄心当家做主，你反对真心，啊，如果你真正去学它，你越学越欢喜，越学越不能放下。这叫摄受力，它有这么大的摄受力啊！你喜欢它，你永远不会离开它。世间好的文学作品可以让你看十遍，十遍以后不想看；古圣先贤的典籍可以让你看一千遍、看一万遍，越看越想看，你舍不得丢开它。道理在此地，怎么可以轻慢古人、轻慢祖先啊、轻慢父母？这不是善的，轻慢不是，这是恶。这恶的累积，造作这些恶业，麻烦可大了，还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啊，所以宗教在这个世界，特别是佛教，为什么过去是历代帝王都护持？他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就是教学。大师国办这个活动，这是正业啊，做其他的事那都是叫不务正业啊。佛教的正业要学释迦牟尼佛教学啊，这种教学班要一个梯次一个梯次接着办啊，一年一半的时间吧，六个月，办一个月，休息一个月啊，这一个月跟你说准备下一个月做预备啊，不能中断。这样一直办下去，以后国家看到了，社会大众看到了，才真正体会到宗教对人类贡献些什么，宗教对文化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对得起祖宗，
对得起佛陀，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一切众生。要认真努力做下去，大事故做一个好榜样，好好研究课程，排定课程，永远一直推动下去，不能中断，这就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下面还有机会，下一次。